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石榴蛋咧，就系水特颜特系列嘅素体同埋绵羊仔啦。咁咧，上次咧有开过一些关于 K 房嘅榴蛋啦。咁如果大家未睇过嘅，可以即系睇翻啦。咁咧嗰个就已经有讲过呢个系列系点噶啦。咁咧今次一款咧就同上一款唔同，上一款咧系冇配人仔嘅，咁呢一款咧就配咗两只人仔啦，就系、是、一公一乸。是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，看不到？是的，因為這個女仔很明顯這個位置突出來的，那很肯定這個女仔。那還有呢，有兩部不同色的綿羊仔，一部紅色，一部這隻藍，我都不知道什麼藍。那砌的過程都挺好玩的。OK， 立刻給大家看一看我開他們的過程。